这次我们要织的花样十二针四行一组花，我们织两组花样，花样的起头三针跟结尾三针我们固定织下针当作区隔用。同时我也会利用这一次的花样分享一件短袖下纱上衣给大家，衣服织图的下载点会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。这一次我们不织花纹就定位，直接一开始就织花样。一开始同样我们先把前面三针区隔的先织掉，我们固定织下针，正面背面我们都固定织下针，然后接着线绕到正面来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一针下针，线绕回正面三针上针，一二三，线绕到背面一针下针，线绕回正面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两针一起织。然后接着我们这边要加针，这一针我们要织三针出来，所以我们先织一针下针空针，然后再同样一个洞再织一针下针，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三针了。然后接着挑一针织一针，前面这一针没织的套收过来，这样就刚好了。然后接着我们这边放一个记号当做第一组花跟第二组花的间隔使用，然后接着同样我们这边线绕到正面来，这边是第二组花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一针下针，线绕回正面三针上针，一二三，线绕到背面一针下针，线绕回正面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两针一起织。这边要加针了，织一针下针空针，在同样一个洞里面再织一针下针，这样就三针了。然后接着挑一针织一针，前面这一针没织的套收过来，然后把后面三针区隔的织掉。这是第一行花样织法，接着到背面第二行，接着第二行我们把前面三针区隔的先织掉，线绕回背面正面下针，我们织上针，这一针也是正面下针我们织上针，这一针正面原来是空针，我们要做挂针，线从背面直接绕一圈回到背面，然后再织这一针，我们织上针，正面是下针，然后接着再一针上针，正面下针，线绕到正面，正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线绕回来，接着正面五针下针，我们织五针上针，一二三四五，线绕回正面，正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然后记号拿过来，再来一遍，线绕回背面正面下针，我们织上针，正面下针我们织上针，然后这一针空针我们要做挂针，所以线从背面直接绕一圈，这一针空针我们拿过来，然后接着正面下针我们织上针，然后接着正面是下针我们织上针，线绕到正面，正面是上针我们织下针，线绕回来，正面五针下针我们织五针上针，一二三四五，线绕到正面，正面上针我们织下针，然后后面三针区隔的固定织下针我们把它织掉。这是第二行花样织法，然后到正面第三行，第三行同样我们先把前面三针区隔的先织掉，然后接着线绕回正面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五针下针，一二三四五，线绕回正面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两针一起织，然后这一针挂针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的地方，可以看到两条线，这一针我们要做加针的动作，一针下针一针空针，在同样一个洞里面再织一针下针，然后接着挑一针织一针，前面这一针没织的套收过来，接着记号拿过来做第二组花，线绕到正面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五针下针，一二三四
五线绕回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两针一起织。然后这一针挂针的地方，我们要做加针，一针下针，空针，在同样一个洞里面再织一针下针，就三针了。然后接着挑一针，织一针，前面这一针没织的套收，然后把后面三针区隔的织掉。这是第三行花样织法，然后接着到背面第四行。第四行同样，我们先把前面三针区隔的先织掉，线绕回背面，上针，上针，这一针挑过来，我们不织，线从背面绕一圈回到背面这边，然后织上针，正面是下针，然后再来一针上针，正面下针，线绕到正面，一针上针，线绕回来，五针，我们织上针，正面五针，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线绕到正面，正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记号拿过来，线绕回背面，背面这边织上针，正面是下针，再来一针，正面下针，我们织上针。然后这一针挑过来，线从背面直接绕一圈过来，因为这一针是挂针，然后再来一针正面下针，我们织上针，再一针正面下针，我们织上针，线绕到正面，正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线绕回来，五针正面上针，我们织五针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线绕到正面，正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然后后面三针区隔的我们固定织下针织掉。这是第四行花样的织法，这样子就是我们一整组花。接着我们就从第一行开始再重复织到第四行，重复的织，我会织一小段然后给大家看它整个花样织出来的样子。这边花样我已经织了一小段，我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然后到正面给大家看它整个花样织出来的样子。这边是最后区隔的，我们把它织掉，花样织出来会是这种样子。